《民事正经》，台湾人民有信心，欢迎收看《民事正经》第一百二十四集的播出。我是邢台科中心教授。咱今日要来甲各位报告的主题啊，是东亚地区诶工业化以及一个环保意识诶建立。东亚地区啊，这个啊工业化交环保诶意识建立呢，吼、哦，这个是咱顶礼拜有甲各位报告到，啊，就是讲日本诶吼。 因对即、這个啊，江波大学院呢，江波大学校呢，吼，并且着作者英国人诶工程师过东京教因啊，物理化学啊，个机械啊，啊，电机照明个知识啊，所以日本因离即个啊，占领着台湾迄五十年呢，吼啊，渐渐离咱台湾呢，吼、啊，有那有即个工业化，所以离即个一九三九年啊。 咱台湾工业诶生产诶比例，离经济 GDP 诶比重呢，已经嚟到百分之二十八。啊，农业呢，吼，啊，是跑到百分之二十四点几，达到二十五遐尔。所以，一九三九年，台湾已经工业诶生产 GDP 呢，就超过农业。啊，因为要爱有遮工业是做啥货呢？因为咱啊，台湾呢，其其实离即、這个。 啊，日本时代一九三零年代呢，吼，离即个最近当不幸呢，即个啊离即个南方澳啊，啊有即个桥去互合落来呢，吼，因为时间啊诚久无去维修，所以即个吊桥去互合落来，发生发生即个不不幸的事件。啊，南方澳有需要铺迄个桥，主要就是南方南方澳交苏澳啊。 对台湾离这个一九三五年代迄阵呢，就对做船啊，啊，对过去传统做茶船啊，改过来要做啊，这个柴油船啊，这个台湾做这个柴油船啊，哦，甚至搁较早呢做这个煤炭诶船，烧煤炭诶船呢吼，即、这个、离南湾澳交苏澳遮有即个真早的历史，咱将来。 会找节目来给各位报告，但是要工业化，第一个就是要有电啊！你无电要工业化吼，个就较困难。啊，日本呢来咱台湾了呢因为伊离东京地区已经有电的产业，啊，咱也有给各位报告到，日本人去聘请到啊一个英国人来东京大学工学院内底。 甲因日本人奠基即个产业，奠基即个学问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日本人当时呢，吼、喔，离东京已经有电即个产业，所以因离啊一八九五年来台湾了，开始着做咱台湾真济啊，即、這个啊天赋啊的调查。所以离一九零二年呢，就有一间私人诶啊电器会社啊，即电器会社就是。 电厂就对啦。私人的电厂呢，吼，甲台湾总总督府申请呢，讲欲伫咱即个啊新店遐呢。咱进咱就知影新店遐有即个翡翠水库嘛，吼。即个翡翠水库兴建进程啊，因为新店遐交咱台北盆地之间呢，吼、這個，有即个啊纬度的差别，伊个对水对山区流落来有迄个纬度的差别呢，吼。所以会使来做南河堰的，吼。 啊，来开一间啊，水利啊，水利诶发电厂。啊，即、这个负责人啊，即、这个社长叫做啊，土仓龙自然。即、这个土仓龙自然观察到新店遮有即、這个起即个水利发电厂诶，天赋了呢。离一九空二年向即个台湾总督府来申请。啊，台湾中都府准了呢，吼因即间新店啊，即个诶，即个。欸这个 水力啊，发电厂的公司叫台北电器，叫台北电器咧吼，二一九零五年就成功开始发电，所以台湾二一九零五年是全世界呢，亚洲地区除了日本本土以外呢，吼第一个有水力发电的所在，就是咱台湾即个新店一九零五年啊，安尼除了即个新店的水力啊的发电。 一九零五年开始，所以台北地区一部分人有电会当来使用以外呢，吼。当时呢，吼，即个第四任的总督叫做明石元二郎啊。那明石总督呢，吼，即个总督啊，咱感觉逐个甲伊介绍就是安尼。明石总督伊做台湾第四任的总督呢，啊，即、这个明石总督呢，吼，予咱真感动，就是日本人离咱台湾去五十年哦，伊、啊。 死了，待伫咱台湾的，就是即个明史总督。即、这个明史总总督呢，吼，其实伊真侪时间拢伫日本。但是明史总督呢，吼，伊伊个伊的无清讲，讲伊呢，啊，即、这个希望将来要待蹛台湾就对了。所以明史总督伊啊，真正不幸的吼，伊来死伫日本，啊，结果呢，吼，伊的遗体呢，吼，解运倒来待伫咱台北，就是咱进。 啊，台北即个南京东路交即个林森路交叉口，遐遐有一个啊，即、這个林森公园吼、哦。迄、那个林森公园其实就是明史总督的墓园啦、啊。啊，即个明史总督的墓园呢，吼、啊，离国民政府来了，去由国民政府改用作眷村咧带，啊，到尾啊，台北市政府正啊,啊来改处理了吼、啊。所以这是明史总督。这個、明史总督对台湾伊个这个工业化有真大个贡献。 就是离这个日月潭诶兴建诶计划，啊，就是讲因去调查到，对对这个，这日月潭迄个所在遐呢吼，迄有伊诶位度会当来去日月潭，啊，来用遐诶水呢来发电呢吼、哦。所以一九一八年啊，民事总督就来推设着日月潭诶兴建诶计划，啊，但是这要去日月潭，啊、哦，就爱阁靠去铁路呢。 即爱运，即建材去日月潭，所以才会来去一条吉吉线。吉吉线的铁路就是要去日月潭来来啊开拓的啊，除了爱搁有铁路以外，吼，爱搁日月潭，爱搁有发电厂。啊，即发电厂的兴建，即当时拢是亚洲地区算真大的工程。所以明治总督真坚持呢，吼。所以伫一九一九年诶，啊，伊甲日本政府讲。 讲若无钱吼，无一开始咱用这个半官官营半民营的方式，所以伫一九一九年啊，因为民事总督的坚持啊，所以啊，当时就设立啊，台电的前身呐、啊，就是就是台湾电力啊，主席会社，台湾电力主席会社。一开始是啊，半民营半官官营的，就是迄阵因为啊，日本政府伊的物力有限，但是民事总督坚持要做呢。 啊，所以迄阵打设立诶时阵，啊，伊因为他较无需要即个啊，土木啊，土木也是电机上面诶技术呢，所以当时第一任诶社长，就是请咱即、這个啊，总统府医学院啊，退任诶校长叫做高木有之。咱伫节目中已经有啊介，各甲各位介绍到高木有之即个人。啊，即、這个如果谈诶兴建诶计划呢吼，到尾啊。 是伫一九二九年诶，啊，就是讲安尼啊，努力过十年了呢，吼！日本国会啊，才来同同意啊，要、呃、来啊，即、呃這个啊兴、呃、建着日月潭诶电厂。所以日一九二九年，日本国会攞啊，敬着当时伫东京咧做电气局诶局长，一、這个啊、呃、科，诶、呃，即、這个啊、呃、技术人员啊、呃、局长呢。 叫做松木干一郎。松木干一郎呢，吼，伊当时伫东京做啊电器局啊的局长，啊就是咧做东京地区发电的事务的人。退任了，日本国会解派过的台员呢，来接任即个台电的社长，就是董事长。啊，所以伫一九二九年，松木干一郎来了呢，吼，啊，伊就真积极啊去兴建着。 日月潭，啊，买来兴建到日月潭诶第一发电所，啊，这个、第一发电所呢，吼，啊，伫一九三九年顺利来完成，一九三九年第一发电所来完成呢，啊，这毋只有咱进台湾有即个日月潭即个观光诶地点，啊，即经啊日月潭诶发电所，就是台电成立了上界重要诶发电所，啊，当时啊，伫。 日月潭遐阁有起第二发电所，但是真不幸呢吼。一九三九年啊，迄年啊，咱读咱前礼拜有讲到，台湾诶工业的产值啊，已经超过农业的产值。工业的产值已经来啊到百分之二十八，啊，农业的产值呢吼，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五。因为有发电呢，就有真侪啊，轻工业会当建立，但是真不幸呢吼。

台湾的工业产达的超过农业的时阵，真不行。这个苏木干利人出来往生去，伊、啊、往生去了呢，吼，啊，因为当时啊，这个台电台底呢，吼、啊、有对这个啊苏木干利人的贡献呢，吼，啊，感觉讲啊真怀念，所以伫台电呢有解释伊这个苏木干利人伊的这个雕像，伊的铜像就对了。 但是，这个铜像伫一九四三年呢，啊，听讲是叫日本人加烧掉，提起啊，这个做啊，这个日据台战个武器使用啦。但是嘛，有是另外一个讲法，讲是国民政府来，了要甲拆掉去啊。这是安怎咱毋知影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伫这个啊台电有一个退休个工程师，伫两千零九年啊，叫做林炳业，林炳啊林炳炎。 林炳严呢？吼、哦，二零两千零九年咧研究台电的历史啊，因为伊就离遐做足久的工程师嘛，吼。啊，伊感觉讲双木干伊人这个雕像应该爱加以恢复，所以伊就真鼓吹爱从双木干伊人的雕像过来加以恢复呢，吼。啊，好啊，在咱这个机米的创办人柯文良董事长啊，非常赞成呢，啊，啊来赞助一部分的费用呢，所以这个双木干伊人伫台电的雕像才会当来恢复的。 所以当时啊，苏木干伊人啊，我唔知啊，伊是毋是东京工学院所毕业。但是当时，离台湾进行台湾的工业化，交台湾的医学，足济拢是东京大学医学院交东京大学工学院所毕业的学生。啊，国民政府离一九四五年啊，过来台湾啊，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了呢，吼啊，蒋介石来呢啊，迄阵。 啊，来负责啊，来恢复着台电的电力供应的，就是咱的前行政一定要叫孙运旋。啊，即、这个孙运旋呢，吼，伊是安怎？伊有即个电机这方面的专业知识，这点呢，吼，啊，中国伊拢袂爱去讲啦，吼。但是咱呢，节目爱甲各位坦白报告，啊，就是讲啊，日本的即个日俄战争了啊，一九空五年了呢，吼，就摕着中国的东三省，啊，后来有成入一个叫做。 满洲国，即、这个满洲国，日本厉遐嘞，吼开铁路，开学校，所以进中国的东三省做些基础建设，其实是日本人啊，那段时间满洲国的时间所建立。所以即个孙运选呢，吼、哦、伊是即、这个啊，即、这个山东人，啊，伊哩啊，即、这个青少年的时阵呢，吼伊是读即个日文学学校。 啊，所以伊哩一九二七年呢，到一九三四年呢，是去满洲国留学啦。孙玉璇去满洲国留学呢，吼，读满洲的哈尔滨大学。啊，这个哈尔滨大学啊，有咧加电机。当时哈尔滨大学呢，吼，伊使用俄文，啊，佫使用日文啦。啊，因为哈尔滨大学迄阵呢，吼，离孙玉璇去读的顺序，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四年。 还是日本人咧啊！即个哈尔滨影响力上介大个时阵，所以孙运璇其实伊嘛是算半流日、这、咧、个，伊算是留学即个东三省，就是满洲国<对>啊，离哈尔滨大学借到日本、啊、俄文交啊日文咧吼，来学到即、这个啊台电所需要即个电机即个专业知识，所以孙运璇过来咧，才有法度去领导到咱台湾咧日本时代。 包括咱的在北工转的艰辛所培养的台湾囡仔嘞，恢复到大电的电力。所以除了水力选以外呢，哈啊，咱购物节所在啊，就是这个火力发电。啊，咱台湾人看唔知啊，这个火力发电呢，就是一九二九年啊，日本政府呢，啊买来伫咱台湾啊去德京诶火力发电厂。啊，这個、火力发电厂比水力发电 搁搁再较高科技啦，水力发电要佫较简单。啊，那火力发电呢？吼，日本人伫一九二九年是咱这个松山火力发电厂。松山火力发电厂伫对面呢，就是咱进吉南河边哦，交即个啊南京东路啊交福远街的交叉口，沿着啊即、這个基隆河兴建。即间松山火力发电厂啊，是咱台湾第一间诶火力发电厂。 啊，伊到一九七五年才来退役啦。啊，嵩山火力发电厂伊一开始伊是烧煤炭，啊，烧煤炭。咱在讲火车头的时阵，嘛有甲各位讲到嘛吼。啊，伊到一九七九七五年的时候，本来带电的吼。啊，伊有去买高镍嘿，这个柴油诶，这个发电机吼、啊。本来三只是要放伫嵩山火力发电厂，但是嵩山火力发电厂到尾啊，啊，伫一九七五年，伊就是来退役嘛吼、啊。所以当时无。 即个用柴油来发电，啊，当时是用煤炭来发电呐。啊，即、这个非煤炭诶发电机就对啦吼，即、哦这个、火力发电机吼。当、哦、时伫一九二零年咧起诶时阵，到一九三零年开始发电呐。即、啊这个发电机诶技术呢吼、哦，日本多干啦三菱啦，吼三菱有即个技术来制造，啊三菱来受委托来制造松山火力发电厂诶发电机。 啊！迄个时阵要阁需要美国呢？吼，提供一部分的技术，由美国提供一部分的技术呢。啊 u 三0二，咱即个松山火力发电厂来兴建。啊，咱伫即要有甲各位报告过。哎，即个煤炭就是日本的吼、哦，对伫咱个即个松山火车站、哦啊、的吼，有一条啊真短的铁路呢吼，因为即个煤炭对南港啊对十字街人恶快了运来到。 啊，松山火车站嘞吼，爱有一条地铁路嘞吼，甲扭过来啊，松山火力发电厂。当时日本咧一九三五年啊，就完成着咱台湾第一条啊，铁、哦、路电气化。即铁路电气化，咱台湾专岛嘞吼，是来到一九七零年代哦，叫十大建设奖结果诶时阵，咱台湾西部咧才专播又改造啊铁路电气化，但是。 早四十年，就是一九三五年呢，日本人已经离离松山呢啊，铺这个啊铁路啊，窄轨吼、哦，对松山火车站运这个煤炭来松山火力发电厂啊，迄个火车头呢吼、哦、是用啊即、这个电器来救，用电器来救，所以迄是等于亚洲地区呢吼、哦、啊，真正先进诶即、这个诶、哎、科技呢吼、哦，当时离日本本土用即个啊即个。啊这个 电力诶，火车头迄嘛真少呢。一九二二年啊，日本才去甲德国买一只啊。所以讲，伫一九三五年，咱台湾迄阵就有电力诶火车头。这条电力诶火车头，咱伫节目有讲过、报过过，即应该是日本人改造诶，应该是日本人改造。所以咱安尼看到规个日本交台湾诶工业化呢，吼，当然有可能就会产生工业化诶即个环保诶问题。啊，即、这个环保诶问题吼，咱就要来讲到伫东亚地区开始。 去重视即个环保要求的，即个是一个日本议员叫做啊田中正造。他那个小作呢吼，伊、哦、是日本本来伫一八七八年选到地方议员，啊，伊迄阵呢就开始办报纸，所以伊伫一八七九年啊啊，伊一边办报纸一边做议员，啊来鼓吹着啊，即、這个日本爱来立宪，啊来设立国会。 啊，因为日本伊个宪法是一八八九年才制定出来嘛，伊还佫差十年嘛，所以咱伫节目中有甲各位报告到，日本宪法的制定交国会的设立。即、這个田中政造伫少年的时阵呢，吼，伊也袂做国会议员进前，伊就是颁布啊，来推搡着啊设立国会的活动。所以伊伫一八八二年啊，田中政造呢，吼，伊两家去交朋友做一个啊。 即个立宪改进党，即、这个、立片改进党啊，这是就是田中政造因迄阵呢，安尼各地去宣传呢吼，逼到日本明治天皇啊来承诺着讲，哩啊过十年要来啊制定宪法，成立国会，啊所以功劳价值因呢啊真大，就是即田中政造，啊哩一八八二年啊立宪改进党来成立了呢吼，到一八九九年呢。 啊！迄年田中正早伊来选到众议院个议员，但是我也真不幸呢。一八九九年啊，啊，因为有一届做大水啊，所以啊啊，竹尾通山啊，啊，即、這个竹尾通山即个矿山啊，迄是乌洞个，煞有大水，煞从矿山内底个毒物啊煞冲出来，冲出来了，输到啊竹尾通山附近个七甲村啊，七甲拢打死。 所以迄阵的农民呢开始就清源抗争呢，吼啊！但是呢，吼日本政府伫迄阵时阵呢，吼，拢无要听呢，吼，因为尤其是一九九九年，这农民已经清源十年呢，日本政府拢无去重视着这农民的声音呢。啊，离东京地区甚至交警察发生流血的冲突呢，吼啊，田中正造嘛，拢参与吼啊，这个时阵呐，啊，这个啊,、這個、啊，田中正造。

甲即个议员安尼讲了，伊真受气。所以天宗正照离过年啊，一九空一年，伊龙啊辞掉众议院的议员不，无爱做啊。甲你接顺也无爱听吼，啊伊龙啊直接去即个啊即个东京咧吼，热比亚迄、那个公园遐吼，等天皇要去国会啊报告的时阵咧吼，啊龙啊伫路边咧吼，啊要直接甲面对、啊、天皇来告御状就对了。 啊，当然，伊即个告御状呢，吼、啊就是，啊，告不成，就是讲啊，伊在途中呢，吼、哦，就去互警察抓去啊。啊，田中正照即个动作算足大，敢去要炸天皇哈、啊。所以讲迄阵呢，吼，日本人则讲啊，到底田中是咧讲啥代志？吼、哦，啊，田中伊安尼做这個大动作了呢，日本人则发现哦，原来有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工业发展诶，环保诶议题，所以迄阵日本人则开始改变态度呢，吼、哦。 开始来重视着日本的环保，啊，这个、日日本的环保的意识呢，即渐渐传出来咱台湾，传出来亚洲这些地区，所以这个天中正造呢，吼、哦，是咱东亚地区，咧就环保的意识算是第一人，特别咱来给认认伯格感谢，感谢各位，今礼拜收看，后礼拜咱再继续。